66公斤级比赛在中华战车马双与乌克兰外星人尤利博苏伊之间展开。比赛一开始，马双一记跳膝让对手猝不及防，将对手顶到地面。马双抓住机会上位输出，不停挥拳，一度占领场面上的绝对优势。究竟尤利博苏伊能否化解马双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下节王者冠军赛精彩继续。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视。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王者冠军赛腾冲战的比赛现场。接下来到了今天晚上66公斤级的比赛，首先有请蓝方选手登场。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选手，年龄24，身高1.7米，他的特长是柔术和泰拳，曾经的战绩是2胜0负。让我们欢迎来自乌克兰的外星人尤利博苏伊。
红方选手年龄26，身高1.75米，他的特长是柔术，曾经的战绩是7胜4负。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战旗格斗俱乐部的中华战车马双。有请场上裁判应广友。比赛开打了，这是一场66公斤羽量级的对决啊！啊，跳踢漂亮，哎，主动，哎，他这个下位地面，对，主动打下位，被对手地面锤击了。两个人速度都非常快啊，眼花缭乱，简直是在下位的是来自乌克兰绰号外星人的尤利博苏基啊。对，下位外星人上位马双。马双的外号是中华战车，要做三角角被破掉了。而且那个外星人刚才出场音乐都是那个星战的主题曲，就是瓦格纳的歌剧啊，女武神飞翔。外星人啊，很会用这个脚后跟把对方蹬开。当心三角角，当心三角角！哎呀，这个尤里没抓住机会，没有双手去碰头。哎，又是。对，开始反应过来要做三角角了。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手抓，手没跟上去，手没跟上去，手抓脚趾头，宁愿脚趾头断也要摇个降服啊！对，这个时候啊，很难逃了，很难逃了，很难逃了。砸，要砸。拍，双脚要往中间避，双脚往中间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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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没看见，应该绕过。非常快这场比赛。啊，又手回合降服。摇个响哇，对，啊，很难逃了，很难逃了，很难逃了，很难，很难，双脚要往中间避，双脚往中间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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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没看见，来绕过。比赛结果在第一回合1分10秒时，通过三角锁，蓝方获胜。有请颁奖嘉宾，来自纵横文旅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彭永昌上台为获胜者颁奖。运动员奖品由王者冠军赛专供酒独家提供。谢谢双方运动员和颁奖嘉宾，感谢。70公斤级的较量在严博和朱庆祥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
双方均在回合开始便重拳互攻，都试图在短时间内结束比赛。年龄大于对手16岁的老将朱庆祥宝刀未老，多次重拳命中对手面部，小将严博则利用防守空档对对手进行反击。重拳相拼之下，究竟谁能战到最后？下节王者冠军赛精彩继续。喜欢挑战，在路上寻觅最刺激的体能训练，是时候做出改变，蓄势最有力的出击，为自己的荣誉而战。王者冠军赛的勇士们集结腾冲，逐鹿高手，打响王者之战。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视。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王者冠军赛腾冲战的比赛现场。本场比赛由凤凰宝级易点园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赵广志。接下来是今天晚上70公斤级的比赛，首先有请蓝方选手登场。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选手，年龄20，身高1.75米，他的特长是自由搏击，曾经的战绩是17胜7负。让我们欢迎来自沈阳的严博。红方选手年龄36，身高1.70米，他的特长是摔跤，曾经的战绩是3胜2负。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山东的朱庆祥。
有请场上裁判李锦峰。对，也是今天晚上选手里面年龄最悬殊、差数最大的一对选手，差了16岁，一轮都还多4岁啊！啊，漂亮的迎击！而且周庆祥是摔跤出身啊，可能那个老牌的拳迷在那个2012年前后的那个，要是第一届 TOF 终极斗士选秀上能看到他的那种身影。朱庆祥身着是灰色 黑白相间 短裤，严博红色短裤。看朱庆祥是怎么发挥他的那个摔跤功底的，哎，漂亮！而且感觉比上一次朱庆祥打比赛，他的战力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提升。你看那种迎击，对，而且，哎呦，这出拳速度很快。刚才我看到非常少的一幕，各位观众你们绝对没有看见，一只飞蛾受赛场灯光的影响，飞到了两位选手中间，不知道被谁的拳头给打出铁笼外了，而且是透过那个铁笼的网眼被打飞到铁笼外面。哇，开了开了，哇塞，严博的这个非常快，然后我们现场裁判也保护得非常及时。我觉得换慢镜头重放再来看看，36岁老将也非常不容易啊。拳怕少壮，漂亮的迎击，哎，漂亮！哇，开了，开了！反拳！哇，后退的成功的前摆迎击。现在宣布比赛结果，在第一回合1分16秒时，蓝方选手 KO 获胜。有请颁奖嘉宾，腾冲纵横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月忠上台为获胜选手颁奖。谢谢，来把掌声送给双方运动员，送给我们来自沈阳的大魔王严博，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王者冠军赛的擂台上获胜了。